有关西后花园之称的淡路岛是罕有可以玩水上活动又可以浸温泉的地区。来到当然要找间酒店探到尽啦，推介别邸苍空。好大啊！可以放到四人床铺的卧室。另一边是 dining room。哇，有 iPad 啊！行出露台，仲有个无敌大海景，有 day bed， 又有露天温泉。睡房就有两张 semi double bed， 入住仲可以探埋天空 lunch， 唔可以错过非常出名嘅淡路岛牛奶，又可以用嚟冲咖啡。唔识唔紧要，有职员代冲，咁先叫识叹噶嘛。